爸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完成任务，我马上就走。不能等任务完成了，赶紧走。为什么？有人知道静修的真实身份了。谁？就没必要再问是谁了。红玲啊，我知道你们军统的处置手段，我不想把事情再闹大。爸，您既然知道我们军统的手段，那肯定也知道。 无故放弃任务是会受到处置的。您再给我3天时间，3天之后完成任务，我一定走。好，就3天。你去休息吧。 是我呀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宋先生，我跟你说，这世道可真乱呐！我刚才一走出去，不小心被劫了，这金条也没了。您看，别啰嗦那么多了。那就是明天早上9点，卡秀士咖啡馆，我等您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 宋先生，您放心，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好，小李，做事情一定要留有余地。我宋某在哈尔滨找个人，还是轻而易举的。宋先生，您慢走。 车，哎。
闭嘴！你消停点。看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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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。真的？我说大白天你做梦呢，哪有人呢？他一直跟着我，他要杀我。杀你？杀你干嘛呀？我这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。我要见你们程局长，我要见你们程局长。局长忙着呢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他汇报。你还有重大情报？你，哎呀，石队长，这事我只能当面跟他说清楚。你带我去见程局长吧。你没忽悠我。我敢吗？我行行，走吧走吧，带他回去。是。哎，你别老拉着我。你松了，你老拉着我干嘛？我们接到一个女人的报警，这个女人呢叫周雅露，她跟我们说啊，今天跟你在卡秋莎咖啡馆喝完咖啡之后呢，就被人抢劫了。我想了解一下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没这么回事。那周雅露你不认识吗？我不认识叫什么周雅露的人。哦，好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周雅露的供词和宋博洋的矢口否认，使得程强一直以来存在心底的很多疑惑得到了解答。他相信杨景修是国民党特务，但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，在彻底调查清楚之前，他还不能贸然采取行动。他心里更大的疑虑是，宋红玲会不会也是国民党特务呢？喂，喂，喜子，是我。是这样啊，你现在赶紧把周雅露送回到乡下的老家，这个事儿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是。喂，红玲，你旁边有人吗？没有。我的身份暴露了，敲诈老爷子的人就是上次卖给我们情报的妓女周雅露，她现在在公安局。周雅露怎么会知道你的身份？不知道，我没有出过纰漏。要不要我现在安排撤离路线？我爸现在怎么样？老爷子情况不太对，我不敢跟他多说。好，你在家等着我。这个女人呢叫周雅露，她跟我们说啊，今天跟你在卡秋莎咖啡馆喝完咖啡之后呢，就被人抢劫了。我想了解一下，有没有这回事？
我有事跟您说。我马上要出门。爸，您今天一定得跟我说实话。周雅露到底跟您说了什么？宋红玲知道，周雅露能跟程强说的全都是耳闻目睹，其中并没有真凭实据。以程强的性格，他肯定暂时还不会对杨景秋采取强制措施，但是这件事很可能导致程强怀疑自己的身份。程强也在不停地思考，如果杨景秋真的是特务，那么宋红玲会不会也是呢？他是深藏不露，还是可能因为与杨景秋的夫妻关系而有苦难言？秦子固先生走过了他的安详的忠诚的一生，回到了上帝的身边，援助的神恩永远笼罩着他，迎接神光的洗礼。阿门。请夫人。子谷的离开，因为有各位的送行，而更加安详。诸位都是子谷生前最为欣赏敬仰的朋友和兄弟姐妹，今天我在这里替子谷最后一次谢谢大家。子谷临走前嘱咐我要请程强局长和宋红玲会长在他的葬礼上讲话，他也要将他一生未完成的心愿交付于这二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程强，老师一生教书育人，坦荡磊落，在封建统治的压迫下不曾低头为官，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也没有改口妥协，在国民党的战火中他没有走下讲台以图安逸。我想他是我永远的老师，等以后战火结束，国家富强，我再与各位共同告慰我亲爱的老师。谢谢大家。秦老师是我的授业恩师，他带给我一生享用的知识和世界，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一双能够辨别真伪的眼睛。透过这双眼睛，我看到了军阀割据下的河山破碎，看到了满洲伪国下的异族欺凌，看到了歌舞升平下的民不聊生。正是因为秦老师对我的影响，让我走上了行医的道路。但是救活一个人容易，想要治好中国却难上加难。我愿与商界各位同仁一起齐心协力，
为创造一个国富民强的中国而努力。借用刚才程局长所说的话，等到我们国家安稳繁荣的那天，我们一起告慰老师在天之灵。程强相信宋鸿龄刚才当众说出的话，代表的是他内心真实的情感。他想，即使宋鸿龄也是国民党特务，是自己的敌人，那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敌人。我是宋鸿龄。宋小姐，这几天共产党逼得紧，咱们定在后天交易。既然风头这么紧，是不是再延几天？宋小姐，跟我就没必要再设什么圈套了，我会按照约定交易的，除非你们还没有准备好跟我交易的钱。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那我只能说抱歉了，正好我还可以还程局长一个人情。等一下，就按你说的时间，我们交易。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我会再给你打电话，告诉你交易地点。后天，可是钱怎么办？总部迟迟没有再拨款，也不能再去找老爷子要钱了呀。你去准备交易吧。红玲，别说了。我答应你去美国。你怎么又回心转意了？我有一个条件。只要你答应离开，不管什么条件，爸爸都答应你。我要360根金条。360根金条，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？啊，好了，你不必多说，只要你安全，哪怕我们宋家就是倾家荡产，爸爸都答应你。爸，大后天我就离开哈尔滨，离开中国。大后龄，你要记住，我们宋家只出钱不出人，你不能再参加任何行动，什么事情让锦绣去办。爸，不必说了，这次一去美国，咱爷俩又得好长好长时间不见，这几天就在家待着，我这就叫你王叔去安排行程。爸，离开军统之前，我必须完成最后一次任务，我不想不忠不义。红玲，不要再说了，爸爸这次要亲自送你走。程强那些风言风语是真的吗？
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是恋人，现在不是了。那你还爱他吗？ 我回国的时候，给你写过信，可你没回。什么时候？回国以后才知道，那时候延安在搞抢救运动。有可能我的心被扣留检查了。我以为你死了，我心里还有你。 假如我的婚姻并不幸福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么些年，你就没想过要结婚吗？一个当兵打仗的，不知道哪天就死。想那么多干什么？要不然又欠很多债了。是时候了。 必须跟宋红玲面对面的，开诚布公的谈一次了。喂，找哪一位？啊，请稍等。大小姐，您的电话。 我是宋红玲。啊，我是程强。这么晚，什么事情？我想明天约你见一面。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？我想这件事儿见面谈会好一些。宋红玲明白，程强终于要摊牌了。 不愿意面对，因为他无法承受那种难堪，但他又不能逃避。程强显然已经怀疑自己和杨景修的身份，一旦拒绝见面，引起程强的警觉，此前他和同事们付出的所有牺牲和努力，都可能付之东流。好啊，在哪里见？卡秋莎咖啡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我明天回去试课接教堂做告诫，就在那里见吧。下午2点。好的，那我们明天见。孙毅同志，力战殉国。宋红玲、杨景修，与滨江组全组同志。 拜祭英灵。一个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总司令，一个是哈尔滨公安局的局长，杀掉这两个人。
无疑是对共党造成实质性的打击。不过我们没有选择，稍有疏忽，就是悬崖峭壁。各位放心，真到了最后关头，我宋红玲一定第一个杀身成仁。我都安排好了。金逸轩更改了交易日期，改在明天。明天？为什么？他没解释。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共产党的人一直在找他，他应该也是怕夜长梦多吧。明天更好，咱们也怕夜长梦多。明天晚上，我们就要离开了。是啊，就要结束了。嗯，终于要结束了。红莲，我高兴，我真的高兴。真的想好离开军统了？当然，答应了的事。你离开军统是戴老板生前批准的，之前总部发话了，这任务你可来可不来，结果你还是来了。我没后悔过。大小姐，睡了吗？王叔，大小姐，老爷让我把宋家在乡下的田产清单让你过一下目。我爸为什么把这个给我？我从没跟他聊过家产的事啊。我猜，老爷是怕你这次走就再。想让你心里有个数。大小姐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您和老爷有什么事儿好好谈谈，您这一走，这家里头就……算我欠你个人情，咱俩还有那么客气啊？是啊，我们俩不应该那么客气。我希望你走。为什么？我有些害怕。你有什么非留下不可的理由吗？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？我想
哈尔滨的老百姓需要保护。再说，城里的秩序不能乱。我想，这就是很好的理由。是啊，这是很好的理由。就像医院里面这些病人，我也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所以，我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刻。说，你爸要知道我是个假女婿，他会不会把我打血八块啊？我爸明天会把我看得很紧，不会让我出门的。明天的任务只能你自己去了。放心吧，我交易完了就回来接你。等我回到上海，我也退出军统。你？嗯？怎么可能？军统不会轻易放你走的。就算他们要执行家法，我也要退。你不要命了你？再说了，就算你退了，你干什么？真做不懂生意啊？随便做点什么，卖包子都行。为什么呀？你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儿。因为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做。什么事？娶你。嘿，小把你吓的灯都关了。不至于不至于啊，别往心里去，我就那么一说。就算你真的不答应，我也不会怎么着你。今天晚上，你到床上来睡吧。等我娶了你了。都在这儿了，点一下吧。不用了，我言而有信。360根，一根都不少，我来点。爸，真的不用了。既然如此，你有任务在身，去吧。爸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。得得得得，去吧，不必多费口舌了。吴玲，我去送送他。
杨长官，咱们这次行动可是拿真金白银买的情报，金宇轩没理由和钱过意不去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是啊，等咱们这次任务结束以后啊，南京方面一定会嘉奖，到时候您和宋长官高升了的话，可不要忘了咱们这帮兄弟啊。放心吧，这次任务完成之后，我们会向南京方面给你们申请嘉奖的。多谢杨长官体恤，这次任务主要是宋长官指挥得当，你们要感谢的人呢是宋长官啊。是是是，